各位现场的好朋友、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快乐。哎，这边买一支啥？买一支是变来换金的。一支吼，叫做月琴啦。哦，月琴。哎，较早阮达拉伯的牙的钉的吼，月琴。达拉伯是这个永春蜀香琴。哎，第一个。蜀香鸡。哎，蜀香鸡。蜀香鸡啊，吼，永春蜀香鸡第一个。哦，那个叫丹丹嘛。丹丹。丹丹吼，是永春蜀香鸡。这个伊就是单一支的。啊，这支不是一支啦吼。哎，这支不是。这支是你家己的。哎，这支我后边再去买。好，阿伯阿伯，阮打了白，你去去，你阿伯甲你生机，你去过来，你去袂使赢，这个袂使赢出来，讲笑啦吼，安尼，你去钱。阮打了白，去古琴嘛，较早伊咧弹，伊去伫阮兜啦，做古董，哦哎，做古董，伊去调去做传家之宝，哎对对对，啊，这个也是做传家之宝用，这个我自用诶，你家自用诶，安尼，对，啊，后来伊去别人用诶，你太得意啦。别人在用的，拢不是家己在用，别人在用的。安尼，这林宏明老师哦，会使讲是咱台湾歌坛的鬼才。咱的朋友哦，咱来朋友就听到了解着讲，较早心思啥人知？哦，心思啥人知？调皮的乞讨啦，哦，这拢是林宏明老师律所创作的。你到大家较知影，像诸葛亮的歌听少啦。哦，歌听少。啊，诸葛亮的歌十条差不多，我有加制作八条。做八条啊，所以阿志无请来，就是迄阵无捌着恁个洪林老师，无我人捌你，我人安那请来，请到下面条，今麦贵妇了，今麦贵妇啊，今麦迄个老鲜肉啊，无人要订啊，哎呀，即个迄个，所以林老师也是恭喜创作咱台湾歌坛一个传奇吼，哎，咱会当就是林老师是迄阵先做去发展的新闻亭，新闻亭是安尼吼，主早较早迄阵唱片界吼。诶，咱有落寞一段时间，是诶，哦，真正吼，唱片公司拢想要收起来啊。对。啊，想讲咱要食这多饭吼，要安怎甲唱片公司搁在这个行业搁甲救起来？再造风华，再有下坡，一定有起步，有上坡嘛。对。我咧无意中去发现着沈文强，是啊，诶，发现着沈文强讲，伊咧唱歌袂歹，嗯，啊，唱歌啊，伊诶唱诶开口呢，来甲唱台语歌吼。哎，佫有一种开口咯吼！伊较早应该是拢较早拢唱着西洋歌曲咯，伊伫台，伊伫台中伫做兵嘛，啊台中吼拢去吼，宣布，哦宣布，宣布去啊现场唱，哦是，伊拢唱英文歌，哦这个啊，唱一条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，哦是，一条伊的国歌，安尼吼，哎，啊台中唱，大家拢吼，哎，疯狂，为之疯狂，对讲，我即来甲改做回唱台语歌，一定袂歹，哎呀，所以找着伊吼。真的是，还跟那些多有这条千里马，一定要遇到伯乐哦，没有伯乐，就没有千里马的产生。嘿，阿马东人马爱有蔡健南，是哦，啊蔡健南呢，来开唱片公司，哦，系啊，大家来合作，不要紧，赚钱的钱拢会赚起，哎，拢赚钱的人无钱不要紧，啊，咱都有这个吼任务，哎，安都好，是这个任务，所以咱就是这林宏利老师来跟。创作是真侪台湾歌曲吼，包括诸葛亮啊、诸葛亮歌厅秀，还有真侪歌拢是伊写的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心中来邀请到林老师来甲做表演。好，好，好不？那是永春人啦。永春人，我永春人，我永春都上出名的，就是苍头落山风，蜀香鸡啦。是，哦。阮遐吼，台湾遐无同款，阮也加上有名，还是蒜头，啊，搁交葱啊，搁交查某经。哇，哦，真，哎，真，哦是啊，哎，啊，我今日吼用蜀香鸡哦来唱这个吼，咱的吴清扬今日办活动，哦，啊，简单就好啊，是，哎，咱家简单来介绍啊，你吼，哎，来唱，咱大家听。好，咱今日播声来欢迎到台湾。歌坛的鬼才林玉峰林老师来给您做表演，阿伯的时阵要表演的艺人，麻烦到台咱的服务台也给您做一个登记，感谢。林玉峰表演了的时阵，咱就要邀请到咱今仔日咱的吴清扬吴老师上台来给您见面，讲几句话。来，再多一个声，邀请到林玉峰林老师所给您献唱《蜀香鸡》。谢谢谢谢，感谢很多啊，咱这好朋友哈，谢谢。
伴我等。对面啊，一定是大呀北啊站。真好麻烦，哎呦哎呦，日后发到啊，搁会啊，鸟啊转，哎呦喂，谢迄个全省的好朋友，哎呦，大家到现场啊，来捧啊场。谢谢。